名侦探学院第六集。本季将以阵营作为主线机制展开竞赛，学长们也将在一整季中深入五个故事，体验五种不同的角色人生。在每一个故事里，他们需要通过剧本演绎推理搜证，找到盟友和所在阵营，并全力争取阵营的胜利。每一个故事中获胜阵营的成员将共同获得六个学院徽章。这一季要努力实现阵营的胜利，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哦。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观看学院小屋日记，每周三尊享高能解谜，每周四解锁学院普拉斯。世界上最能治愈人心的东西是美食，世界上最有幸福感的职业就是能够用美食治愈他人的厨师。 M 城最具盛名也是最为传奇的厨师争霸赛，万年一度名厨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相传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厨师将获得名厨称号，其美食主张和菜品格调会被推广至全世界，成为引领世界美食的风向标，真正成为用美食统治世界的人。新一届名厨大赛如期而至，三位在业界颇具声望的特级厨师和三位天赋异禀的少年学徒前来参赛，在这场关乎美食和荣誉的大战中，各种珍馐美味依次登场，硝烟与炊烟袅袅升起，谁将挥舞着锅铲成功问鼎呢？世界上最能治愈人心的东西是美食，世界上最有幸福感的职业就是能够用美食治愈他人的厨师。欢迎大家收看由南波烹饪学校独家冠名播出的南波万年一度的名厨大赛。大家好，我是罗斯本。首先让我们请出三位特级厨师亮相，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出场。他是 M 城第一位特级厨师，也是千万人追随的美食博主。他想让传统的美食冲破时间的枷锁，重新和时代交汇。他把煎饼重新包装进入市场，让煎饼卷万物的口号深入人心。没错，他就是吉露露。煎饼卷万物，万物皆可撸。撸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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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撸，吃美食就找俺吉露露。给大家卷一个。不能随便吃，没到饭点。好，现在我们有请吉鲁鲁入座。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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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第二位特级厨师登场了，他就是 M 城的代言人食用盐。他可是 M 城最年轻的特级厨师，后生可畏啊，被崇拜者誉为为美食而生的奇迹男孩。他非常擅长用盐，颜值拿捏的相当精准。好好好好
好，怎么还踩着手了呢？快叫医生，他手出血了。大家好，不是，大家好，我就是颜值爆表，美味在线，天才的敏感美食家，每一颗盐我都能够精准的把握，因为颜值绝不能丢，我就是食用盐。哇哦，哇哦，真是颜值在线。那么现在请食用盐入座，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三位，他是谁呢？他就是 M 快餐界巨头泛泛之辈的老板之子何范。何范毕业于世界顶级厨师学府范麒麟蓝丝带厨师学院，习得全球何范之精华，一个饭勺打遍天下。这是嘛呀，这是嘛，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这名誉，鼓掌。哎，你能不能快点，我缠住了。不要再抢戏了，今天这一趴的主角肯定是我，毕竟我食用盐无需多言，无需多言，来了才开始呢。掏出一根棒子，哦，是个耍猴的猴哥，猴哥大家好，我是何范，要想吃好饭就来找何范，泛泛之辈不闲谈，要来饭吃何范，吃何范有饭。我得要看看今天谁先领这个何范啊。好，现在有请我们的何范入座。首先我们要欢迎三位特级厨师来到本次大赛的现场，名厨大赛陪伴了每一位 M 成人长大，遥想当年啊，这个厨艺大赛还叫做一年一度名厨大赛，可是呢转眼一万年过去了，当年的风云名厨们早已老得颠不动勺，也不开灶，连锅铲也变成了拐杖。咱们几个现在就你用拐杖，你知道吧？因此 M 城美食界急需一批新鲜的力量加入，重新引领美食的新风尚。这一次呢，我们请来了这三位 M 城赫赫有名的特级厨师，还有三位热爱美食崇尚厨艺的少年学徒，他们将会在现场组成三组双人战队，进行厨艺的切磋，美食的碰撞。大家好，鉴于我这个辈分，我就不站起来了啊，我就直接坐着和各位讲一讲了。已经不是第一次跟这些年轻的后辈在这里见面了，但是呢，我只能说旁边这两位，我看着是一个不如一个呀，我很失望。所以我来到今天这个大会上，我就是要找寻咱们 M 市下一届厨子的这个传人。吃美食看谁？看我。啥是美食？我说啥是美食，啥就叫美食。感谢齐鲁鲁发言。我发现齐鲁鲁发言非常带有硝烟的味道，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位特级厨师
服不服呢？好，大家好，刚刚这位齐大师讲了很多，我想用一个字来形容他，评价一下，那就是想我当年带着这把长勺打遍安城无敌手的时候，你还在卷饼呢。我是很孤独很寂寞的，因为我这把长勺已经太久没有敌人了。生锈了不都？此言差矣啊！哪一道菜可以离开饭？馒头。哪一道菜可以离开饭？面条。我听不见。没有，所以我想寻找一位学徒，可以伴随着我这个长勺，把盒饭里面的精华发挥到极致。谢谢。无需多言啊，无需多言。这一次呢，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一样拥有这个非常敏感的这个颜值的一个学徒，不光他要有智商、情商。他还要有厨商，做菜他要需要有 balance 啊！我希望今天来的这个，你不要越说，一定要越偏懂。你也是闲懂的。来的这个学徒，能够让我眼前一亮，好吧？好。好的，那究竟这三位少年学徒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刚刚特级厨师的期待呢？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掌声欢迎淘气包。小伙子很懂礼貌啊。小伙子颜值不错啊，颜值不错啊，崛起的面团之主，不错，不错。年轻人，放轻松点。紧张了，紧张了。崛起的面魂之主已经登场，各位特级厨师，还有屏幕前的全民干饭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龙屁文化，练习时长18年，继承了包子西施的颜值。包得住馅儿，却包不住人气的淘气包。虽然我的人气很高，但是我却时常感到孤独，因为我的包子都在笼里。啊，不应该在哪儿呢？笼里，笼里，笼里，笼里 ，Mr. 笼 ，I have nobody。在这无边的寂寞里，我只能日夜潜心研究面团之术，终于让我发现了魔法的力量，成为了案板上的魔术师。想要成为 Magic Star 吗？ OK、wow. 想的话就一起来跟我进入淘气包的 Magic World。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我独家的 Lonely 包子秀，看看是我的手法快，还是你们的眼神快。这是我的蒜头馅包子，这是我的馒头馅包子，还有我的三个离不开、扔不掉又放不下的魔法。你不放下了吗？那我看看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变的是。现在年轻人花样多。你克制一下。那位主持人，这是我的馒头馅包子，把它放在这里，大家看清楚了。好，不要眨眼，对吧？不要眨眼。嗯。不要眨眼哦，看清楚了，它将穿透笼屉进到笼里。
哇 ！Magic！ 哇 ！Magic！ 哇！哇哦！哇哦！进入到笼里。前面这都是雕虫小技，都太简单了。接下来才是我真正的大招。怎么说？空手变包子。哦。鼓起来了。下面你们将看到的是一个透明的包子。那我应该是看到呢，还是没有看到呢？聪明人都看到了啊！准备好了吗？好，擦亮你们的眼睛。走，接下来就是再次见证 magic 的时刻。当当当，抛弃包子已经出炉。我将要把这三个包子送给我们的特级厨师。不傻了，我要那个蒜头味的，谢谢。包放心。包营养，包健康，包罗万象，满口留香。好，请各位全民干饭人们记住我，请各位特级厨师 pick 我，我就是案板魔术师抛弃包。请问做一个包子和做一笼包子的这个盐的刻度，你能够精准把握吗？凭的是我多年研究的经验。可以，你的 balance 还不错，平衡感还可以。嗯，尝尝尝尝我给你做的这个蒜头馅包子。年轻人，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包子还配饭吗？可以配饭，尤其把它放在您的盒饭里面，我相信一定能够大卖。我欣赏你的坦诚和机智，谢谢。年轻人，我问问你啊，哎，您说，什么梦想啊你有？你来这儿想干什么？我想成为像三位特级厨师一样的名厨，把我们的包子文化发扬光大。你觉得我们这三位谁更强一点呢？各有各的强。你看这个小伙子，他各方面反应都还不错，我还挺好。谢谢，我很恭喜你啊。那么现在的话，双方应该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吧？三位特级厨师在你们的面前，灶台上呢有一口锅，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你们可以选择颠锅或者不颠锅。颠出锅里的 yes 代表你希望这位徒弟加入你的战队。准备好了吗？ pick 我哟。基本功啊，颠勺基本功啊。看谁不会，听我口令，三二一。Yes。 手有点生疏啊，上了年纪手抖啊，上了年纪了，上了年纪了。
超细胞。我没有想到你第一位上场人气如此之高，三位导师都为你颠锅。哎，那么现在呢，你也要用颠锅的方式向大家揭晓你的答案。我们为你颠锅，你路途不再颠簸，好好考虑，好好考虑。为你颠锅。那我要颠了。好，看这个手法是冲着我来的吧？没事，年轻人，人家一个做面点的，你让人家颠什么锅？我都看见了。哎哎，你不想去你就说，垮掉垮掉，整个垮掉。哦，已经揭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的盒饭。不登，你这是打算领盒饭啊？这是。哎，年轻人啊，盒饭随便领。师傅好，请受徒儿一拜。可以。哎，很失望，很失望，真的很失望。小伙子资质不错，眼光差点。这个眼光差点。恭喜盒饭和淘气包配对成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第二位少年学徒登场。来啦！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Hello。年轻人获礼可以啊。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为了三位评委老师和漂亮的主持人姐姐不被我的美貌所影响，我今天穿得特别的低调。颜值也还不错。年轻人，你都开屏了，开屏了都怎么低调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还没有认出来，我就是白梦辰，水产大王溥仪的儿子，溥鱼儿。我的本名叫梭利翁，这是我的徒弟，他的艺名叫溥鱼。是你含着金汤勺出生的我，一直在聚光灯下长大。只要我一出门，拥有着无比美颜的我经常会被偷拍，但是我化这种关注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我爱上了做饭，并且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真不错，真不错。来，此情此景，我希望朗诵一段我小学四年级的作文，表达我对做饭的热爱。请欣赏来自四年三班的胡鱼儿小朋友的作文朗诵，我爱做饭。三大江，博江，万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美丽的城市，那就是我的故乡白梦辰。但是你们晓得不，白梦辰以前是一个小渔村。真的假的啊？遥想当年跟着父亲以海为家，我学到了精准的撒网的技术，撒网帮助他的老朋友何侦探捕捉到了小鲨鱼，我们征服了一片片的海洋，被人称作守护白梦辰最后一片海域的男子。但是世间万物都在暗中默默地标好了价值，上天给了我姣好的容貌，却让我天生优秀。
我爱做饭，但是我的饭里没有一条鱼。我的老师告诉我 ，Everyone can cook。我相信，我也能成为一名好厨子。我潜心多年，研制了我的拿手菜——湘菜系。我的饭里没有一条鱼，但是只要我出锅，就鱼香四溢。用一首古诗来形容，就是“千山鸟飞，万丈鱼折冲”。全跑了，全跑了。最后，我想说，我爱生活，我爱煮饭。哦。首先，我发现了我们蒲鱼儿的才艺就是朗诵，而且还有他非常自豪的颜值，对吧？颜值和颜值在做菜里面有一个就够了。像我这种有颜值又有颜值，我已经拥有了。所以这位同学，我不介意，不介意再收一位这样的弟子，我很欣赏你啊。不介意，我听从老师的建议，谢谢。那行，没事了。我跟他的父亲是故交，他满月酒的时候我就见过他，我喝了他的满月酒，我还占便宜。那个时候能不能开个穿裆裤抱在怀里，差点尿了。没想到一眨眼，孩子已经长得是一表人才啊。今天你来到这儿，什么梦想你有？我就是想拜入您的门下。来吧。请两位特级厨师，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是否选择为蒲鱼儿颠锅呢？三、二、一。Yes。厨师选择了 yes 为蒲鱼儿颠锅，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我们蒲鱼儿他的 respect 师傅是哪位呢？蒲鱼儿的选择是我们的吉鲁鱼，来吧大侄儿。谢谢石叔叔。我想问一下蒲鱼儿今年多大呀？八岁。哦，为师送您个见面礼。哇哦！不敢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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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谢谢师父，这就是M 市美食界的未来。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第三位学徒登场了，他是谁呢？小伙子又叫傲啊！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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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往这儿走。哟哟哟哟哟，这里是 AKA 卡崩卡，葫芦娃娃 rap 顶呱呱，你没见过的样子，黄豆酱子。哦吼，谁人都无法代替，所以接下来请听仔细。一勺酱汁，一口试吃，美味暴增，实在好吃。啊啊！有点忘词，不好意思。哦，来来来来，等我重新再来一次。上市秒被抢，来不及去想，
饭菜全遭殃，通通被抢光。今天站在这里的皇子响当当，川鲁豫淮扬，闽浙湘本帮，你们的心中的厨神由我来当。哦，别来沾边。好，那么今天我叫做黄豆酱子，你们也可以叫我皇子。你脖子上戴的这个是干亮项链，勾芡。对，勾芡。勾芡。哦，勾芡一下。带上我的勾芡。说时迟，那时快，很高兴来到五年一度名厨大赛。万年一度啊。万年一度、哦、你这个眼神也不太好啊。记性可以，但是眼神不行呀、啊哦、把这墨镜摘了吧。今天在这里看到三位老师，已经还剩一位。没事，我还不一定有呢。不是这样，我寻思本来我要给各位老师们都简单的自我推荐一下，但是现在呢大局已定，我也没什么好推荐的了，似乎只有最后一位食言供我选择。那你不什么叫跟你选择选不选还是有一回事儿呢？就不要了呗，总有淘汰的嘛。嗯，让我那就让我再来一句我自信的 rap。 来，我准备了整整三段，但是现在废掉了两段，也想听一听。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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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食言，好，食用盐，食盐，食用盐，食用盐，一样好。喜欢吃盐且不想失眠，搭配所有的酱料，感觉有点甜，有点甜，吃得香，吃精光，吃得爽，喝点汤。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味与味相牵。今天无论是酸甜还是辣咸，我都陪你一起赚大钱。耶、yeah! oh! ，可以，咱俩是不是以前有在哪见过？没错。Wow. 确实有点叽叽喳喳啊、也有点嘻嘻哈哈，但是你刚才噼里啪啦，我是叽里呱啦，我是心里乐开了花，乐开花，乐开花，好，乐开了花，乐开了花，乐开花。看你跟我有点颜缘吧，希望你有点厨商吧。我收徒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希望你能够坚持下来。OK OK， 食用盐配酱汁。咱俩一起是白纸，是白纸，对，白纸白纸。来吧，话不多说。要平常也玩点嘻哈，整点西瓜，围着火炉吃的西瓜，必须的，必须 respect。现在我们的三队都已经组队成功了，接下来你们将师徒同心，齐力断金。争夺本届名厨大赛的冠军搭档 Number One 名厨。在比赛开始之前，有请南博烹饪学校的校长，本次大赛的全民干饭人代表火候出场致辞。怎么他有音乐啊？哇、燃烧吧，掌声在哪里？燃烧吧 ，MZND， 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 ，MZND， 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哦哟，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火候校长。各位全民干饭人们大家好，我是全民干饭代表人火候。我们这次呢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的万年一度名厨大赛。从学徒到名厨需要多久？时间和实践会给我们答案。本次大赛将分为两个半场的菜品比拼，上半场为南波饭，下半场为南波宴。每个半场都有一轮学艺环节和一轮菜品比拼环节组成。在学艺环节中，
各位学徒们将针对刀工、火工、调味、造型四个维度的能力展开学习。当四维能力达到一定数值时，徒弟将完成学徒、初级、中级、高级厨师等级的提升。初级厨师四个维度达到四颗星，其中一个维度达到六颗星。中级厨师四个维度达到六颗星，其中一个维度达到八颗星。高级厨师四个维度达到八颗星，其中一个维度达到十颗星。师傅贡献自己的心血值，为徒弟保驾护航。每轮学艺结束后，根据当前的四维能力值，徒弟们可跃升至新的等级。师傅也会相应获得白领师傅、红领师傅、金领师傅的称号。每轮比拼开始前，不同等级的厨师战队将会获取不同等级的资源和条件。两轮比拼都将由师傅和徒弟共同完成。两轮的分数将以50%的比重计算总分，总分最高的师徒均会获封 No.1 名厨的称号。好，那我们就祝大家赛出风采，赛出水平，我们就待会儿再见。好，欢送校长。Music。还挺灵活哈，哎呀，还挺丝滑的，挺丝滑的，一下就滑走了。请你们呢，现在为你们的战队取一个名字，并且说出你们的战队宣言。我们的战队名叫做荷包让你完蛋队。哦，我们的宣言就是美滋美味蛋包饭，好吃到让你们乱颤，你们乱颤。可以可以。我们的名字叫做乌鱼。我们的鱼好吃的让你呼噜噜。这是什么战队宣言？鱼好吃到让你无语。确实挺无语的。因为吃到了美食，所以获得婴儿般的睡眠，于是打呼噜，所以就是撸鱼让你呼噜噜。哦，来看看我们最后一组 rap 组合。我们的队名是实在是逗。哇，真巧妙啊，真逗啊。你们是我们的宣言是美食无需多言，想要用盐自己带，我为自己代言。不是，等一下，黄豆酱呢？你放哪儿了？黄豆酱呢？你放哪儿了？一点儿盐里都没有你啊，一点儿盐都没有你啊！黄豆酱加不了盐了，太咸了。黄豆酱子，我们这两个队伍说实在的，永远有你的位置，是我们都可以随时加酱。黄豆酱拌饭，天作之合。黄豆酱卷饼，天作之合。还是合呗。再说一遍，美味无需多言，豆瓣酱一点都不咸。好，那就不是一个好的豆瓣酱啊。现场现在已经火药味十足了，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大赛第一轮学艺环节吧。真香集市挑战规则，每对师徒需要配合完成集市里的任务，每位师傅的初始心血值为15，每位学徒的初始心值为4，但对应的四维能力不同。集市中的刀工、火工、调味、造型四个摊位中，每个摊位同时拥有3个等级的挑战难度。每项任务点的解锁需要师傅花费心血值来换，挑战成功可让徒弟获得相应分值的加星，以获得四维能力的提升。同时师徒还可判断是否将基础心血值翻倍，若翻倍则挑战成功后获得的星值也翻倍，师傅的心血值会在学艺环节结束后清零。当每队的心血值不足时，可通过挑战称量苦瓜汁获得心血值。当然
每队所乘凉的苦瓜汁都需要喝掉。耶，这里就是真香集市了。大家从进场那一瞬间开始，我们倒计时90分钟就开始了哟。这是什么？那各位是这样的啊，我这里呢挑战成功可以额外获得一枚心血值，累积最多获得3枚心血值。哦哦哦，好，一会儿再来，谢谢。我们先都来看一下，来来来，看一下，这是啥？最亮的 pose， 最帅的 cos。来，欢迎二位光临我的，是我的造型。老师好，辛苦老师了。师傅你好。啊，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刀了，小破。哎，好香啊！老师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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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卤料。哎，我这摊煎饼都没人来学了，就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哎呀。那我们先两颗星，对，先试一下两颗星的，好，然后先把一个弄到4分嘛，再说。好，先削个苹果吧，削个苹果。先交出你们的心血值，来，给他2个。哎，师傅的心血，徒儿必将认真学习。挑战内容是，我会给你们中的徒弟发一份刀谱，然后开始进行记忆，同时。师傅需要在旁边进行削苹果，当苹果皮第一次被削断的话，同时我也会收回刀谱，徒弟则马上开始回答我的问题。总共是3个题目，每一题作答时间是10秒钟，全部答对就挑战通过。但是如果说错了一题之后，就是挑战失败。好，开始。我慢慢削。番茄刀是干嘛的？中式菜刀。三德刀，去除软骨，去骨刀，这边叫水果刀，然后这个叫做切片刀，这边叫水果刀，切水果的，这个叫中式菜刀。皮断了吧？断了吗？啊，被我折断了。好，来，请把刀谱还给我。啊，好好好。哦，师傅继续将皮削完，并且最后吃掉它。没问题。你来问我。好，首先第一题，我们的剥皮刀是哪一把？请指出来。剥皮刀。剥皮刀，剥皮刀是这个。对。请问这是一把什么刀？三德刀。对。最后一题。OK。我们需要将面包从中间切开，需要选择什么刀具？这是面包刀，这是面包刀。优秀 ，OK， 那恭喜你啊！哇，答对了，谢谢师傅。荷包让你完蛋队获得3颗星。我们再找一个，先把你另外一个加到这个，还有一个是左弓后哦，这里。老师你好，你们也是来求学之人，是永远在路上。那请问你们要挑战哪个项目呢？那我们还是保守一点，先拿个2颗星。好，我们想要挑战浪迹天涯。很好，那么厨神界的规矩你们应该懂得，懂得都懂得。师傅，呕心沥血。好，既然你们如此有诚意，那么就听我讲解接下来的挑战规则。好的。天下美食唯有溏心蛋。你们需要煎出一颗完美的溏心蛋，双面外，熟而不糊，内部蛋黄还可以微微流动，夹生，
且煎蛋时要完成颠锅翻转鸡蛋蛋圈再颠锅翻转鸡蛋一次的一连套动作，但是这个鸭蛋需要你们去鸭圈抓起鸭子放在那个笼子里面才能够换取，两只鸭子可以换取一个鸭蛋，最多你们可以拥有五个鸭蛋。嗯，好，我们去抓鸭子。抓鸭抓鸭，好大！哎，它是不是会咬人啊？鸭鸭你好啊，嗨，小鸭鸭，别跑别跑！你不要过来呀、啊！小鸭鸭，哎呀，哎呀！不要叫不要叫、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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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兄弟给个面子别跑啊。这可太累了，你给点面子，我让你跑。这个场景好熟悉啊！哦哦大哥，你滚！你围住，来围住，包围，快投降吧！哎呀，哎，你怎么一抓抓住了？你拖他下边，别跑！好，不要动了，等等我。不要叫不要叫，这可太累了。好好，老师抓好了，很有诚心与毅力的一对学徒。是的，恭喜你们获得了五颗鸭蛋。可以，师傅，我觉得料理是件神圣的事情，我决定先牵个手。很好，好，现在挑战开始。你搞过溏心蛋吗？没有，但是试一试吧。有没有什么教学啊？就是他的先做，我身为师傅，你们做的不对自然会教。好的，先来一个。求学之旅却不可耍小聪明。要不你负责打蛋怎么样？好，就差不多了，再下吧。下吗？下。别让他跑了，糖心儿不能跑。别晃，别晃，别晃。对，往中间拨一拨，把那个蛋清往中间拨。好，好，差不多，我来准备翻。老师，看着它要翻面了。好。漂亮，这个蒜裂开了，蛋黄流出来了。哎呀，哎，我试试。好，来试试。翻过来之后再颠锅。OK。慢慢慢慢，来来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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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翻过来，轻轻翻过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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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师傅，接下来看徒儿展示。
可以。哎，好，先品尝。哦，流了，流了，会流，会流，有流失。好，恭喜你们挑战成功。接下来将这个鸭蛋吃完。好，啊，劳动来的果实就是香啊。荷包让你完蛋队获得三颗星。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求稳的这么一个策略，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尝试能不能够多拿一些星。那边先拿六颗星呢？那边我们现在是几颗星？四颗。直接给他先十分拿满，有点偏科。偏科偏科偏科，走。你好，我们挑战一下再刀胡萝卜。好，你们选择一个是最难的一个挑战，挑战内容是在3分钟之内，你们当中的徒弟需要把一根胡萝卜切出3根大于等于5公分的一个丝。然后师傅用来穿针。针眼多大？我看一眼，希望有我们心眼子这么大。哦，3根的话啊，都需要穿过。可以，好，可以，可以，来吧，开始。好。加油，徒儿！加油，徒儿！胡萝卜丝儿，够细够穿针。你先给我2根，你先给我2根。有点粗啊。你试一下，你试一下。进不去，这个进不去。时间已经过半了啊！过半了？对对对，你再试一下这个。好，来，可以。进不去。可以吗？头能进去，后面中间太厚了。啊，还有1分钟。这个绝对可以。还有哪根？来来来，这2根都可以。10、9、8，可以吗？7、6、5，来来来，这两根都可以。2、1，好，停。很遗憾啊，挑战失败。老师好，我们想来挑战再刀胡萝卜。现在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先把每一个的3星的给挑战了。为什么不挑战1星跟2星？因为1星跟2星划不着。对，因为就是浪费2颗星嘛。师傅，你的心血就要被我花出去了。不会的，只要徒儿能够学习到，师傅花再多心血也愿意。黄豆酱子泪流满面。老师准备好了？好，那就开始。好，来穿，兄弟，3根。放弃吧，3根，就一根都进不去。我再给你切个薄一点。这个也可以，兄弟，这个一根啊，对对对，下一根细一点，这直接拿，还有10秒，哇，这个根本就进不去。5，这还有一个4、3，进不去，哥们儿。1，好，时间到，那就不好意思，挑战失败。这个好像有点难，刚刚已经失败了。师傅，我们想挑战再刀胡萝卜。我们肯定是在每一个任务点呢，都会去选择就是3星的那个最高的去挑战，因为这一点它能够得到的收益是最大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回来呢？好，师傅，一根完成。赵三是个加倍了，那就是个加倍了。哇，这个题稳了，全部唱完，结束。哇，我没想到你刀工这么好，刀工相当了得，挑战成功，用时1分20秒。鲈鱼队获得6颗星。你们这穿针穿进去了？穿针不很好穿吗？我们1分钟穿完了。是。那个太简单了，哎呀，简单到想加3倍。哎呀，卤料好香啊！要挑战第一个还是我赢？我赢。好，可以，3颗星，蜀香世家。师徒队伍中，一人作为解题玩家，一人作为答题玩家，进行香料数独解题和答题两部分挑战。首先由解题玩家看香料数独题卡，辨别题卡中的香料，并将信息传递给答题玩家。答题玩家根据信息将正确的香料填入桌上的碟子内，15分钟内完整且正确还原数独，挑战即成功。等等，没有 ？OK OK， 我教你啊，药材怎么认识？紫苏、八角、桂皮、甘草、鲜叶、当归、丁香、山楂、陈皮、胡椒、小茴香、丹皮、红花椒、青花椒、紫砂仁、白芷、对联仙、黄芝芝、千里仙、白蔻、泡脚黑蒲、草木、豆腐花、山楂、黄芪、草蔻、砂仁、仙桃草、青花、红辣椒、紫仁。看还有没有不认识的没有？还有些啥来着？我不记得了。来吧，好，开始计时。OK。知道了，它是横排竖排不能有一样的就行了。哇，还有什么东西？不够血，有一点不够血，还得再知道一些。还有好多，有山楂呀、紫苏啊、当归呀、陈皮、八角、香叶、桂皮呀、还有南姜、小茴香。山奈，什么？山奈，山奈，千里香，千里香，嗯，千里香啊，这个不先疼，这个不先疼啊，横竖不能相同，横竖不能先疼，数独，数独。哎呀，我当时呢主要着急去记那个香料的名字了，以为就把香料名字填进去就完事儿了，说数独的时候我就完全没听，就是有点太莽了，哎，挑战失败啊，记了。算了吧，走吧，一瞬间脑子给那个搞混了，就没办法了。来，我们想要挑战第三种。计时开始。我先开始了。紫苏，紫苏，嗯，八角，八角，桂皮，桂皮，甘草，甘草，鲜叶，香叶，樊芝芝，樊芝芝，就是山上开了个白花的栀子花，栀子花，对对对对，好，紫云，紫云，紫云，哪两个？就是我们烧烤用的那个紫云牛肉的紫云。哦哦，自然牛肉那个孜然，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在家呢也做过饭，所以对那些香料大部分都比较熟悉，相对而言会比较有信心一些。这其实就是一个6×6的数独，每行每列以及每个2×3的6个区域都必须有6种不同的数字。那么以紫苏为例，在左下角的6个区域中还有4个空格，其中需要选一个空格填入紫苏，但因为第6行和第2列都出现过紫苏，所以就排除掉了3个空格。那么这样只能在第3列第5行相交的空格填入紫�苏。同理，第1列、第3列都出现过单皮，所以在中部左侧的6个区域中，只有第2列的空格才能填入单皮。那么以此类推，就可以推出所有的香料。
正确。可以啊，加油！吓一跳。来吧，左下角栀子、丹皮、香叶、草果、紫苏、白芷。等一下，栀子花开呀开，好，栀子。这是栀子花的果实。丹皮，这是丹皮。香叶，然后草果。这个是豆蔻，这个是肉蔻，这个是草果。上面是紫苏上面是什么？白芷。嗯，好，白芷是。这个是白芷，草字头一个芷字。啊，草字头一个芷啊，那个白芷。白芷。白芷，好。第二竖行，从下往上，草果、草、白、丹，然后紫、香、栀。草、白、丹、紫、香、栀。OK。第三个，从下往上，香叶、紫苏、栀子、白、丹、草。第四数列，白、栀子、紫苏，然后香叶、草果、丹皮。OK。第五个是丹皮、香叶、草果、栀子、白芷、紫苏。最后一个了，紫苏。草果、丹皮、栀子、香叶，好，答完。OK， 好 ，OK。希望我没有记错。答案。答案，正确。耶、yeah ！谢谢。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智商挺高的。谢谢师傅。恭喜恭喜，好的，又恭喜。谢谢师傅，鲈鱼队获得六颗星。因为我们想要当高级厨师嘛，就是哪怕失败了，我们也只有挑战三星的这个选择，所以我们的心血值都是准备用来挑战三星的。来呗，摊煎饼呗。请问你们是来求学的吗？我的徒儿学习心比较重。对，徒儿想学什么？我想学肝胆相煎。很好，那么给出你们的心理值。好 ，OK， 非常有诚心的师徒。接下来我将向你们宣布游戏规则。你们需要根据我这里的手机语音订单制作煎饼。每条语音最多播放三遍，要求食材齐全，成功包好煎饼，且饼皮无严重破损。若被判定为制作失败，则需要重新制作。好，并要求组内将失败煎饼一起吃完。好，在15分钟内完成所需煎饼订单，则挑战成功。好，现在挑战开始。喂，老板，跟我来两套煎饼，一套煎饼不要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放葱的煎饼不做蛋，不放葱的煎饼要做蛋，做蛋的也要做菠菜了，还要做上火腿、里脊跟梭罗煎。你记住了哪个？有两套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是你只放葱，放葱的那个不放蛋，不放葱的那个要放蛋，然后加薄脆火腿还有里脊沙拉酱。乖徒儿，好，看你的操作了。好，这个上面要倒多少油啊？这个上面不倒油。不倒吗？不倒油。OK。完了，他已经没事，烤糊了。我就要刷油哎，这上面不倒油。不倒吗？不倒油。来，别搞那么大，就一小点就行了，一个先搞一个加葱的。只加葱确定哈？嗯，百分百啊。
抖一抖，抖一抖，抖一抖，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二个。那你们需要抓紧时间，还有2分30。完美！哇哦！鸡蛋、国粹、火腿、里脊，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了，没有了。你确定吗？确定。27秒。27秒够。接。等一下。我沙拉酱，直接酱。好了，很好，恭喜你们挑战成功。好。啊，真香！哎呀。好看。这个你会不会？我一个从小吃煎饼果子长大的人，那你就无敌，试一试。终于有机会试一试。你们也是来求学的吗？是的。你们要选择哪项挑战？我们要选择肝胆相煎。交出你们的心理值。那就不加倍了这个。那我们计时开始。喂，老板，跟我来两套煎饼饼。一套煎饼不要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放葱的煎饼不做蛋，不放葱的煎饼要做蛋。做蛋的也要做菠菜了，还要做上火腿、里脊、菠萝酱。老师，我有话没听懂怎么办？前来求学不仅仅需要手力，还需要听力。真的假的？好，来，老师再听一遍。啊，现在继续。喂，老板，跟我来两套煎饼，一套煎饼不要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只放葱。放葱的煎饼不做蛋。放葱的。要做蛋。要做蛋。做蛋的也要做菠菜了。菠菜了。做上火腿、里脊跟梭罗酱。去沙拉酱。好。是。你确定这个是？你确定是一个薄脆？对，薄脆。然后。那个沙拉酱是哪一个？是这个是这个的、这个。那这个只要葱，来，专业。太专业了。列位看官，煎饼果子的精髓就是一定要加蛋。太专业了。精髓其二就是加完蛋它就要。就要怎么？它就要准备翻面。薄脆一定要对半劈开，火腿肠直接放上，沙拉酱在这里。各地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有些朋友喜欢加沙拉酱，天津煎饼果子没这个啊。OK， 那就可以了。有惊讶了，有惊讶了。时间还有2分35秒。专业。哇哦！因为老齐是泰安的，那边的煎饼可成一绝，就是它的口感啊，非常的滑嫩。葱，要多少葱？来一把。是不是先翻个面还是什么？不用，一会儿直接包。直接包。对。小心点，你可以帮你翻先把台阶。好，恭喜你们挑战成功。恭喜你们。谢谢老师。觉得我和我的徒弟蒲鱼之间的配合非常的默契，结果我们也是比较的满意，只是没有想到其他两组进展的比较缓慢呀。因为之前都选择最难的挑战了，但是只成功了一项，而且用了很多的心血值，就很浪费。
哎呀，所以就着急，想现在赶紧补充一点那个心血值。挑战内容呢，就是你们来称这个苦瓜汁。哦，我说称多少克，你们能够称到多少克，就算你们挑战成功。好的，如果挑战失败，可以重新挑战，不管成功与否。哎，苦瓜汁，你们称多少克多少。好啊，没问题。你们称100克的苦瓜汁，允许有10克的误差。好。90克到110克啊，够了。好多了，230，我大概就知道个量嘛，对吧？可我干了，可我干了。来 ，Cool。好，那我来。好，100克啊。哎，可以，94。好，完成了。恭喜两位，哎，挑战成功啊！来。那你们是选择继续挑战呢，还是去其他摊位看看？我们先去其他摊位看一看。好，对，顺便消化消化。先去那边。好，我们想挑战1克值千金。啊，挑战1克值千金啊，我们是需要付出3颗心血值。好，首先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规则啊，我们这里需要一位当做师傅，一位当做徒弟。师傅只需要在供应的几个题板中间挑出一个题板，做出题板上面相对的造型，保持10分钟。10分钟？对，相对应的咱们这边有瓜果蔬菜，然后徒弟踩着师傅的造型，我们把它拼出来。银耳雕塑，银耳雕嘛，老板银耳雕嘛，来嘛，啊，折剪的布，折布，折布。好，那你雕，我雕。好，好，抽出来了。你这个能做吗？我这可以做呀。啊，好，那就让我选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自己造一下。好。我们要挑战3星，我们想要挑战3颗星。徒弟，你可看好了。这位师傅果然是武艺超群啊。是。脚要麻。好像第一分钟还没有过去吧，这边脚要麻了。为师再给你表演一个镜像版本。动手吧，走你，不要怕。可以。时间已经过了一半，怎么样，你这个头像不像？我这个头巨像无比，赶紧吧，没时间了。可以，还有5分钟，兄弟，加油加油，还要再加点细节。马上啊，马上了，最后一步了。走。镜头特写，首先头部的细节有一个小刘海，然后这是伸长的胳膊，请拍到这个5根手指头。好，好，噔噔噔噔噔。王子，做出那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做的。哇，完美！来，我们来对照一下。嗯，整体造型还不错啊。这就是刻出来的呀。对，100%还原。
我来我的徒儿来看看这些香料。感谢感谢感谢。我们要挑战不出所料。两颗星的是吧？对，两颗星。啊，游戏规则我这里有啊，有三张。嗯。香料的配方图。一二三，尝一下。把这三种把它洗出来，但是要试一下味啊。要三张全部舔出来。三张单，任选一张。任选一张，来，好徒儿抽一张，抽一张。好，切一块，切一块土豆，来碗装喽。好，让我来尝一尝这里面有什么的味道。尝一尝，对。这怎么猜得出来啊？感觉怎么样？这能尝出来个啥呀？哦，是有香草的味道，是吗？香叶，香叶的味道。老师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加了香叶啊？有辣椒吗？应该有辣椒，辣椒。不管了，就陈皮，你同意不？同意。老师，我们交答案了。三个，答对了两个，挑战失败啊！答案是鲜叶、陈皮、当归。去那边，要不先试试那边，我换一换再来。这个尝味道的有点难，因为我在调味属性这块比较薄弱，初始星值为零，所以想在调味上拿到至少两颗吧。为了成功，我和师傅打算去喝一轮苦瓜汁，积攒足够的鲜血汁，回来再来挑战。来来来，所以要挑战一下吗？挑战挑战。会不会有点多了？有一百克吗？感觉一下。快，没时间了。直接放，直接放。这啥呀？这是212克。干杯。哦。少了，哦，挑战失败。你能喝？我得喝掉啊。最后一次，来，可以可以。哇，哦，太牛了！挑战成功，谢谢。老师，老师，我们来试一下针锋相对。好。我就不信在这儿拿不到一颗，啊，你拿一个，根据他的提提示的那个词语来挑一个一整药材，打整药材啊，哦。我们选一号，就一号了。再试生和气，淡竹为灵，隐秀峰，应该是有味道的。再试生和气，香叶、血液，这是什么？抓紧时间了。和气丹丹山，这个叫什么？八角、黄芪、陈皮。挑战失败啊！把这个拉满，这个拉满。来，师傅，两星挑战，小小打平果。
好啊，开始。哥，对不起，断了。Holy moly！ 看你了，看你了。答题吧，我都没看完。答题吧，答题。提问吧。第一题，请指出切片刀是哪一把？这把。对对对。哇！第二题，请说出去骨刀的用途。去骨刀的用途，将骨头上的肉剔除。回答错误，是将肉里面的软骨剔除。挑战已经失败了。哥，我再去喝两碗苦瓜汁给你补回来。我来了，100克，对不对？100，好像我真一点概念没有。来，确定了吗？确定了。87，哎，少了3克啊，少了3克。继续挑战。好，那恭喜两位挑战成功啊！那是要继续挑战呢，还是去其他摊位再看看？那先不要了。时间还剩最后10分钟，那我们要不要挑战这里的二星？因为你这少了2颗星嘛。我也考虑，因为如果差一个，我感觉会很不舒服。想让每个属性都平均一些，目前火属性信心偏少，而且时间快到了，所以就赶紧把火红二星任务做了。你好，浪迹天涯。很好，2颗星。杀呀！杀呀！你这，嘿嘿，大哥，一个一个爆，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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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去，进去乖乖，进去进去进去，给。来来来，这边这边，哦，我真乖真乖。Cool。哎呀，摔倒了！脖子脖子，一只一只。小鸭子，你可不可以下来帮一下？无路可逃。完了，时间还剩5分钟，时间不多了，这个只能靠你了。快，完了，过了。漂亮，没事没事，还有还有还有2个。过了，那我们挑战3颗星的。你这样试这样，桂皮、丁香、香叶、白芷。香叶在哪里？不是，就我就说这6种，你都知道是啥就行。时间还剩1分钟。哎呦，等一下，我们加注。好，开始。断了。好，来还给我。说出去骨刀的一个用途。我先把2面都煎熟完，最后再做那个动作。对。看一下，2面熟了。好，挑战成功。鲈鱼队获得3颗星。哎呀。
三、二、一，时间到。有请三组师徒闪亮登场。Cool。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在菲律宾文化当中，在问候老人的时候，他们会将老人的手压在额头上来表明尊敬。去你的！我们第二组。哦、快点快点快点、哇哦、三二一、哦、你看人家这种设计厉害厉害厉害。现在可以看到在场有些师徒的装备改头换面了哟，请问一下改头换面的终极厨师有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是很好，离高级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没错，如果我们上来一下子把高级拿走了，那其他的朋友们怎么办呀？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我们想要学厨艺的初心，而且做人最重要的品德之一要懂得谦让。是现在打还是一会儿？马上打，一会儿入夜之后再打。入夜之后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比拼。那我们第一轮的比拼呢，就是制作南波饭。制作南波饭所需的食谱和原材料就在这两边。哦，好的好的，没问题，看到了看到了。三分钟的时间内，师傅首先进入到食谱仓库记忆食谱，离开食谱仓库后将内容口述给徒弟，徒弟记好后领菜篮子进入材料仓库，并从自己站队的柜子里拿走所需的食材、调料和厨具。徒弟只能拿走放置在当前等级及以下层级中的物品。食谱的等级由徒弟当前的评级决定，少年学徒只能拿走八件物品，终极厨师可以拿走二十件物品。那么我现在倒计时，三二一，师傅冲。时间还有两分钟。哇，现在开始不一样了，兄弟。六个东西加一个拌饭酱，米锅鸡加盐油，米是米饭，菠是菠萝，虾是虾仁。米锅鸡加盐油，对，拌饭酱。对。就是菠萝蛋炒饭，然后你虾仁、鸡丁、红白菜椒，然后蚝油、食用油，就是。调料你看着拿，然后鸡蛋一定要拿，然后里面有一个蛋清蛋黄分离器要拿，然后米饭一定要拿。对，好，没了。好，
了。很简单，米饭、嗯、鸡蛋两个、嗯、菠萝一个、嗯、虾仁、嗯、然后盐、嗯、食用油、嗯、南波万搭档、嗯、没了。 OK， 我给你重复一遍，是米饭，然后呢、嗯、你再重复说一遍，再重复说一遍，菠萝鸡蛋虾仁、油盐米饭，然后还有那个南波万搭档，就这七个吗？八个。你再数一遍，米饭、鸡蛋、菠萝、虾仁、油、盐，然后还有这个南波万搭档。蓝钻，蓝钻。时间还剩30秒。5 4 3 2 1，时间到，请各位徒弟拿好自己的篮子离开材料仓库。本轮南波饭的评分是由70%的技术得分和30%的菜品得分组成。技术得分就是以各位师傅在食谱仓库看到的食谱为标准，按照做菜步骤、食材、调料、厨具的使用制作得分，总分为70分，其中厨前准备10分，处理虾仁8分，处理鸡蛋10分，处理菠萝10分，配菜10分，炒饭过程12分，摆盘效果10分。菜品得分将由3位大厨评审和10位试吃员分别品尝菜品后给出每道菜的分数。3位大厨评审对每道菜的满分为20分，10位试吃员对每道菜的满分为10分，总分为30分。因为每组师徒的级别不同，所以在比拼过程中，每组使用的厨具也会不同。欢迎大家来到了万年一度名厨大赛。那接下来我宣布，万年一度名厨大赛南波饭的比拼现在开始。大展厨艺前最重要的一步，厨前准备，把每一个拿到的食材先摆出来。这个可以当炒锅吗？哦，可以。请问没有锅怎么炒呢？好，基础厨具现在补还来得及。你好，我们没有刀，我们没有铲子，我们没有锅。接下来我要检查3个灵魂食材，它们分别是菠萝、菠萝、菠萝。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南波饭的饭，要隔夜米饭。是隔夜米饭吗？谢谢。粒粒分明，会很干。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南波饭的鸡蛋。耶！看里面晃不晃？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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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生的。下面我们要怎么处理一下这个虾仁呢？先把它解冻吧。冻都没解。腌虾仁是不是拿那个拿盐腌喽？我也觉得，对，应该是拿盐腌。我先把虾先给挑了。牙签挑那个虾线。但是我是这辈子没挑过虾线。没事，从中间的部位在这里。哦，虾尾的这个壳也要出。对对对对对，我看出来了。我们来把虾线给拿掉，来。哦，来，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虾。他们也在弄虾线。对。下面来腌虾仁。不腌了，扣分就扣分吧，没不可能拿盐腌啊。那就得试试啊，万一对呢？因为你不试的话，就是100%错。这么，我们腌两颗。我们腌两颗。腌吧，腌吧，加点盐。
挤一挤水，挤一挤水，然后加一些料酒，因为我们没有浇粉，我稍微带一点点盐，如果少了就少了吧。对，好了吗？已经好了，完成了。那我们现在这一轮呢，就是要处理我们的鸡蛋了。来，阿福，把这个蛋打到这上面来。这个需要操作吗？对对对，就放着就行。没有没有，你过来。对，那你来操作。对对对，打到这上面。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肯定是一样的。这个手动不就可以了？好，我们看到抛弃包的手上打开了两个熟鸡蛋。检查不仔细，扣分。换一个，另外一个。啊，为啥还可以？我们一生一熟，我们一生一熟。哇，鸡蛋一生一熟扣一分，两个熟的扣两分。那可以申请换两个生鸡蛋吗？分都扣了。先把熟的吃掉，再翻两个，再翻两个。哦，我们把它吃了。我们可以把这米饭也吃了。那不行，那不行。好，那米饭先不吃。你把蛋吃了。好，来，开拌。开拌。拌一拌。够了，够了。都完成了，对吗？完成了。好。接下来呢？制作菠萝，挖取果肉技术越好，大厨们给出的分数也就会越高哦。菠萝你会处理哈？全部雕花，疯狂雕花。兄弟，是不是先应该把屁股切掉？不能切，这个也不能切。哦，这个不能切。哦，对对对对对。这刀还挺快的，吓死我了。我捋一下这个比例，这个当块可以吧？相当的漂亮。先挖完，先挖完。那我可要开始了。慢点啊，慢点啊！哇，可以，兄弟，把这个里面的肉，你拿这把刀，就是把它分成小菠萝粒粒。好嘞，好嘞，好嘞。啊！切平，我觉得切平。小心，主要是不能挖漏了，别的就一点一点的来了。去刮一下，把刮平。好，重点食材我们已经制备完毕，各色的配菜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它们分别是。绝代双椒汁、青菜椒和红菜椒。晒足七七四十九天的葡萄干。
爆的腰果仁，好吃到流泪的洋葱。洋葱我是怕大家流泪。咱是不是啥都没有？这位特级老师，居然一片辣椒籽叶，这是太绝！你把这个借我一片就行。他但只给了一个，我只要这一小片。关键是这些菜单都不是菜椒啊，一片辣椒。等老师打完了，等我就劝你。你用不到这么多药啊！万一后面有用呢？你们应该也好吃不到哪儿去。现在可以开始炒饭啦！就是把配菜这些该放的都该放了。我们先炒，把它炒熟吧。炒熟，然后就像它一样弄出来。对对对对对。好香好香。差不多，待会儿反正还要再放进去。对对对。然后炒饭了，有锅了，好，倒它是吧？炒它。完了，这个这么点米饭，感觉都有点装不下，装不过来是吧？对，我们也可以点吗？颜色已经变得好看了起来，就是这个灶台有点惨不忍睹。先倒出来，我们分两锅炒。很有道理啊。对啊，很难翻的话。这打过最最富裕的仗。马上要出锅。来，盐放了吗？没放。快把它倒出来。然后炒匀，不然很咸。可以了，出锅吧。锅大就是好啊。盐太大了，看不清肉的状态，因为虾仁加盐了。丑的就没有下锅的资格。五颠，好高难度的动作。西露露不愧是大厨。锅大就是好啊。没懂什么意思，什么叫锅大啊？有人锅小吗？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东西是最后一个环节加，那就是 No.1 大米。啊，漂亮。装盘。哇，好香啊！虾仁无需多余火候，简单烹炸，待会儿再次出锅。要加点盐吗？你觉得？不用，因为它已经腌制了，也有一定的香味。我们不能放太多米饭，因为这个锅它就只有这么大。我也点，应该不会颠了，真的。好了，先放盐吧，适量的盐，炒饭不能太咸。这样的锅，每个炒饭的盐，我们应该精准的把握。像我这次用的这个小炒锅呢，它应该只有用到0.83567克的盐。不愧是代言人，盐少了。刚才我只放了0.4，现在再来0.4。炒饭吃的是一个鲜，一个味。菠萝、鸡蛋、虾仁同时。因为虾仁和鸡蛋是炒好了的，让菠萝的果酸味充分的融入炒饭之中。好，最后在锅中掏出一颗小星星送给我们的老师，老师给你掏个星。掏不出来算了。来，快把菠萝拿过来。
现在要利用你们灶台上有的这些食材，我们来进行一些雕花摆盘。先摆盘，还有萝卜，萝卜可以雕。谢谢。萝卜。怎么怎么拼？就连起来嘛。你去摆，你去摆。不够，要立起来，立起来，立起来。立起来，等会盖不住。扎到这个萝卜上吗？扎进去。点儿呢？点儿随便用一个东西就好了。哇，我现在想不出来什么样的花样是我们现在能立刻做出来的。牙签嘛，像你那个挑战一样。哦，或是我们就找最简单的形状，把这个菠萝泥给围起来。红辣椒圈、青辣椒圈，葡萄干也可以摆。要果，要果，要果，要果。我知道了，这是他的耳朵，这是他的嘴巴，两个葡萄干是他的眼睛。人物出来了，这是一个有着五颜六色大胡子的太阳公公。我要写一个 number one 一 number one。Holy moly！摆在哪儿 ？Number one， 太美了。哎呀，这个断了，还是比个心吧。老师，我这个小人可以吧？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创意？有创意是吧？可以，得到了"创意"二字就够了。添一些绿色，让炒熟的菠萝和原汁原味的菠萝味蕾上的碰撞。撒上最后的精髓，请三个战队各派一位代表来告诉我，你们这道菜品的名字是什么？我们这道菜叫做太阳公公当空照，南波万事我骄傲。我们每一位吃到这个菜的朋友都可以成为自己的 number one， 永远可以阳光灿烂。非常非常好的寓意。它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名字，就叫南波包饭，意思是你可以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做到第一，做到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优秀青年。此饭一出，其他饭必当退让。就是叫做开心南波饭，就是希望无论经历了多少事情，然后无论是这个雨天也好，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美食可以带来开心，美食能治愈一切，美食耶。接下来将进行试吃环节，分为三位大厨评审试吃和十位大众评审试吃。三位大厨评审按照20分的满分，分别为三个菜品打分。每组的菜品会取三位大厨的平均分计算。同样，十位大众评审按照10分的满分为三个菜品打分。每组的菜品会取10位试吃员的平均分计算，两项分数相加即为该组得到的评委分。现在有请三位大厨评审进行试吃打分。我们第一个吃到的老师，对待他组不用仁慈。请大厨们开始打分。这一组的得分是3号18分。第二位老师15分。第三位老师18分。齐鲁鲁的这个组合的平均分就是17分。OK， 好。那么，请大厨们给第二组进行打分。2号，17分。第二位，18分。18分。19分。19分。有。张老师，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我们这一份。黄金南波万，我在里面放了闪光弹。那我们要看最后一组啦，我们请老师来公布一下，大厨。17分。
17分，感谢。18分，感谢。三号评审，19分。对，哎呀，哎呀。现在有请10位试吃员进行试吃打分。来，雨桐，雨桐先尝尝我们的。第一个给你。谢谢谢谢。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 BGM。但愿当口笑，欢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吃了这碗饭？好，浅尝一下吗？哇。这是我们餐厅的一个特别服务，只有我们有这个青椒、红椒，然后葡萄干，还有我们的真心。哎呀，9.5吧。哇哦，谢谢姐姐人美心善。饭可能有点凉，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OK， 在我哥面前拿那个碗，我觉得小了哥。老六在这，老六在这，来拿一碗全部吃掉。在这，在我这。大叔，这个来尝一尝我们的手艺怎么样？谢谢您这个二位叔，特别好。哇，太感动了，感谢感谢。姐姐人美心善。哎，好嘞，8分，谢谢。小姐姐，下一个来，酒请。可以。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来一个9分吗？好，谢谢。快点把你心窝子里的饭掏出来。他们的饭没温度。我们就怕它失去温度。我刚才一直揣在心窝子里。看到了。最真挚的。我反正我对你掏心窝子了。感受一下来吧。感受一下。但是你们是缺少了一些才艺展示环节的，边吃边展示，你边吃边展示。咱们看剧不都是边吃边看吗？怎么说？展示，对，我们的展示员在这里，跟我们没关系。只能给到一个8.5分。8.5分，有点生涩。8.5分，没眼光。宣布结果了，朋友们，荷包让你完蛋。对，技术分45分，评委分26.5分，总分71.5分。哦，好，棒。那我们实在是斗对，技术分51分，评委分26.45分，总分77.45分。鼓掌，好。那我们的陆羽队呢？技术分59分，评委分26.1分，总分85.1。不愧是高级学徒，是不一样啊。哎，今天没有表现得特别好。本轮分数将会按照50%的比例计入最后的总成绩。目前领先的是鲈鱼队。玩密室打剧本就来芒果 TV 自营品牌 MCity。现在上小芒 APP 购学长同款斜挎包、学院徽章，还有机会赢取海量周边。最刺激的万年一度名厨大赛，硝烟四起。没意思，没意思。你们先录吧，我需要缓一缓。只要我们不同时包揽最后2名，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玩明白了，没事，别放弃，跟我没关系。这个好哥哥吧，心情好。少年学徒厨艺养成，特级厨师心血培养。三五是您和老公的孩子吗？不知道。这个围巾是三五送给您的吗？不知道。你和冉吵架了吗？不知道。你想做菜给家人，是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歉意？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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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个问题。迷茫在师徒比拼的是平生的意外状况，还是偶然的神来之笔？放弃吧，好恐怖，结束了。哇，真的没意思。我真不是故意的。什么情况？现在是？
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腾讯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直接问答社区知乎，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ucker， 特别合作百度输入法一代驾 YY 直播探探新飞输入法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